五千年吼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歌颂酒的人跟文章太多。可是那是适可而止，不是酩酊大醉。酩酊大酒就酩酊大醉可以，但不要喝，不要开车。可是以前的人骑马，他喝酒不可能去骑马，切个切个透了了去啊。也是一样喝啊，也是一样喝，这也是办法。马也是交通工具啊，就是命理老师嘛。这个，对啊，骑马会这样子啊，对，就没有喝酒的问题。对啊，所以喝酒后也喝酒后也不可以行房，千万要。记住，会马上慌死翘翘，好吧，你忘记了。